升降机在缓缓的上移，他们到底是谁？好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，十八位可口可乐奥运火炬手。1188位可口可乐在全国公开选拔的火炬手和护航手当中的代表。自从去年的6月24号开始，可口可乐面向全国公众公开选拔奥运火炬手以及护航手，让普通的老百姓有机会实现一生一次的传递火炬的梦想。那么截止到去年的8月31号，可口可乐中国公司以及各地瓶装厂共收到了来自全国的53万个火炬手提名和1亿3000万张投票。是，这就是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数字。是的，他们可以说是我们身边非常幸运的人，他们即将在祖国的大地上传递在今天希腊点燃的圣火，点燃我们心中的激情。好，跟英雄们，我们来一一的认识他们。来自大连的胡宁，我们欢迎他们，欢迎18位可口可乐奥运火炬手，欢迎你们！啊，真神气啊，他们！是啊，是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，来自北京的韩庚来接受这枚神圣的祥云火炬，有请韩庚。这现场还有很多我们可口可乐奥运火炬手的众多的粉丝和拥趸。欢迎你们！好，我们请梁副市长传递火炬，让这枚火炬在我们可口可乐奥运火炬手之间来传承，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传承。谢谢梁副市长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就坐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可口可乐奥运火炬手们在五环旗下庄严宣誓，有请。我郑重承诺，我郑重承诺，我将遵守奥运章程，我将遵守奥运章程，传承奥林匹克精神，传承奥林匹克精神，尽我全力，尽我全力，光荣完成北京2008年奥运会，光荣完成北京2008年奥运会，火炬接力的神圣使命，火炬接力的神圣使命。2008年3月24日，宣誓人韩庚，宣誓人吴应田。好，好，谢谢，感谢这18位奥运火炬手们，谢谢18位，谢谢。